不会啊，他不会啊，你没有东西，他不会靠近你。真真真，看这边一下。看到现在正门哦，这边那个就是他南大的斜正门，对面叫东大寺的正门。然后等一下走上去，马上看得到三 D 的那个金刚力士两圈。728年的时候盖出来的这间庙，好，那到今年大概将近1300年的古都了哈。那所以呢，这个都非常的有历史的那个味道的哈。那左右两边就是我刚刚在车上有提到的金刚力士，好，雕的还蛮3D 的，还蛮那个威武的。好 ，OK， 等一下出来也可以再拍哈，等一下也可以再出来拍哈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往海边喽。他们日本的猴癫哦，这个花魁方式呢跟中国是一样的，男左女右哈，男生左脚，女生右脚的哈。什么叫做人左脚？马上一坨大便要出来了。是变味就。没啦，加大梅啦，什么加变味？哈哈，用这一碗他讲。我讲在他那边。要加变啊？一跨进来就有大便了。谁女朋友找脚？给他捧了。哇，这边是1300多年哈。嗯，这现在的。你看，你妈咪更大的火。啊，是这两尊就最大。不是，等一下你看，很大。不会呀。可能就要把它围起来。
给阿婆。这个叫东大寺。